络上，还造成了一阵的热潮。黄圣依啊，啊，你是黄圣依？你是哪个县市的民众呢？我有图文案的。电话线上把诈骗集团刷得团团转，一系列爆笑喷饭的影片在网络流传发烧，点阅率超高。哎呀，我叫啥名字啊？我好犀利啊！和诈骗集团斗法，还全程电话录音，再配上生动夸张的动画，幕后常进人究竟是谁？拿着笔画油画，散发浓浓文艺气息。他是恶整诈骗集团的七年级生，外号阿残，专长绘画美工的他，自己用电脑绘图推出一系列四集的诈骗集团动画。跟对方说自己住在林东县铜锣湾，家里在比101大楼还高的102楼，一副老神在在。原来阿残反制诈骗还会先写好脚本，先把那个剧本想好，名字想好，然后就等他打电话过来。如果要等他，还是要看我的心情这样。七年级生用搞怪创意向诈骗集团表示抗议，让诈骗集团骗不到人，反倒成了被骗的对象。TVBS 新闻苏太莹高雄采访报道。